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帮的马克车评，我是马克车。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车是北京现代的第七代伊兰特。台车呢已经上市了一个月了，目前的月销量已经突破了10000台。那么我们今天拿到这台车呢是 1.4T 的顶配车型。其实第七代伊兰特它的销量主力是 1.5 升的四款车型，占到了它总销量的80%以上。那么我希望呢要从这台顶配车型上也找出它跟 1.5 升车型有哪些差别，以及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购买建议，以及我从这台第七代伊兰特身上找到的它有哪些优点或者说槽点。可以看到它的前脸啊，首先是没有很明晰的边界，把它跟 Fiesta 两款车放在一起的话，可以看出风格差异很大。其次是它中网的面积非常大，而且是非常细碎，大量的楔形的形状组合在一起。这上面的所有的楔形啊，表面都镀着非常亮的银色，可以当镜子来照。其实从我一个70后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不太能接受这么前卫或者这么夸张的一个设计。但是我身边的90后小朋友们看了这个设计以后，他们都觉得很好很漂亮。其实这种参数化的设计呢，就是数字化或者说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的设计风格。那么什么叫参数化设计？参数化设计它其实是设定了几个关键的参数以后，通过调整参数来改变整个几何的数字模型，从而实现了整个形状和设计的改变。举个例子，比如说它这套前脸是用计算机的设计出来的几何模型来设计出来的，那么我想要换一张脸的话，我只需要改动其中一个或几个参数，那么整个前脸的呈现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在电动车型上，很多都喜欢参数化设计。外形的特点呢，一个就是像这种很密集的设计，另外一种风格就是很仿生的一种设计。比如说大家看到很多电动车的前脸都密密麻麻地排列了很多这种有规律的小孔，其实就是参数化设计呈现出来一种仿生学状态。参数化设计呢，它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减小设计的周期和成本。以前呢我们用传统的在图纸上画图，然后建立油泥模型，如果你有一个地方不满意你要修改的话，几乎就要把前面的工序全部推倒重来，那是相当费时费力的。而新时代的车型采用了参数化设计的话，它可以尽可能的缩短设计周期。它的参数化设计在腰线这个位置也体现得特别的典型，它的腰线不是像传统的一条棱线或者两条棱线这样排列起来，而是一个宝石切割的切面，这样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给整个车身的姿态营造了一种向前奔跑的运动感。来到尾部呢，它的这种参数化风格呢也体现得比较典型，比如说它这种很夸张的尾翼，另外在它的尾灯里面可以看到也有这种前面这种类似于这种梯形的这种排列啊，营造出一种秩序感。这台车我在城市的街道上已经看到有人，它其实最具辨识度的就是它这条 H 型的尾灯，非常的宽，走得远远的就能认出这是一台伊兰特。那么 1.4T 跟 1.5 升在外观上有哪些区别呢？主要的就是呈现在尾部。首先 1.5 升是没有这条黑色的尾翼，另外的1.5 升也没有这个下面的扩散器，另外 1.5 升它的排气是隐藏在下方的，是没有排气筒的。那么 1.4T 是单边双出的两个排气筒，它比 1.5 升呢营造出了更好运动风格。伊兰特的外观呢还有一个不多不说的点，就是它的三维尺寸，它的车长达到了4680毫米，而宽度达到了1810毫米，高度非常惊人的达到了1415毫米，是目前所有的这个级别的 A 级车里面它的车身高度是最低的。那么它1810毫米的车身宽度也是同级最宽的，从而营造了它最好的所谓宽高比，也就是它的宽度除以它的高度大概是1.28。那么我举个例子啊，朗逸的车身高度达到了1474毫米，伊兰特比朗逸足足低了接近6公分，
宽度达到了1810毫米，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也就是东风日产的新轩逸，达到了1815毫米，比它能稍微宽一点点。伊兰特全系它提供了两种尺寸的轮毂，三种颜色，分别是16寸和17寸，以及铝合金，然后熏黑，以及双色轮毂。那么这台顶配车型是双色的轮毂。其实我觉得从低配的16寸轮毂来说，伊兰特还是比较厚道的。比如说我们看朗逸它有提供15寸的轮毂。这台伊兰特它的后尾箱的容积达到了474升，474升水平在同级里面属于中上水平啊。比如说比较好的像朗逸，它的后备箱容积是超过了500升。这块有一个拉钩，把两个一拉的话，然后后排座椅是可以实现4-6放倒的。虽然不是一个完全平整的空间，但是座椅放倒以后，整个的后备箱容积大大增加了它的实用性。这个设计它只有在它的两款旗舰车型上才有。其实我觉得蛮遗憾的啊，这么好的功能应该在全系车型上普及。坐进伊兰特的车内呢，我不得不说，其实北京现代的车型在车内这种质感或者说豪华氛围的营造上，其实是目前比同级车比如说丰田大众要做得更好的。伊兰特车内的空间呢，个人觉得中规中矩。比如说我的头部空间，我现在座椅放到最低，我的头部空间大概还有1拳的距离，前后左右的腿部空间呢也还比较的充裕。那么其实储物空间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一般了。比如说中间的这两个杯架，加上这个很小也不够深的一个储物盒，整个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我觉得比什么朗逸啊、卡罗拉那些稍微要逊色一些。但是在顶配车型前方这里有一个无线充电位，然后前方有 USB 接口和12伏的电源。比较好评的就是它这种类似于飞船推进器的这种挡杆设计，它上面有集成了一个 LCD 的显示器，而且这种换挡的手感、前后推进的手感，哎，非常有层次，而且非常的细腻，这种阻尼感设计的很舒服。那么在左边呢，有它的驾驶模式、辅助停车、电子手刹、Auto Hold 等等这些功能。右侧这个位很少见的设计了一个扶手，一方面是方便副驾在有些紧急的时候可以方便它来抓，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更好的营造出以驾驶者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环抱感。特别是它那种双色内饰，整个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整个都是一种浅色风格。其实你一就坐进车内，你会觉得这种环抱感营造的就非常的好。这个我觉得在其他车身上很难见到。在我的前方呢，就是两块10.25寸的双联屏。这台双10.25寸的双联屏也在同级车里面算是独家的一个配置。这块双联屏呢，有两个点值得说一下。一个是这两块屏中间有在这个位置有一个10度的夹角，那么这个夹角就保证了这块屏它可以以最佳的角度来面向驾驶者，在有太阳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反光的现象出现啊，更方便你来观察这上面的信息。另外一个点就是这块屏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比如说我现在三指就进入它的主菜单，5指就关闭，然后用4指呢就进入它这个3个主页面。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键布局其实跟北京现代其他车型啊，比如说索纳塔那些车型其实大同小异。比如说这些车道保持、车距的跟车距离调整，以及自适应巡航的开启和关闭。左边呢就是整个液晶显示页面的信息调整，包括语音控制，包括蓝牙电话，这些功能都集中在左边。这台车它配置了换挡拨片，这些拨杆它们的手感都非常的有韧性。其实我能从这些细节能感觉出这台车在细节品质做工方面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这些按键的手感包括波动线，其实整个的质感都是比较的均匀的。另外在这两块屏的左边呢，这有一个黑色的区域。其实你或许会奇怪，这个黑色的区域看起来没什么用，上面有一个架子，似乎可以架一个手机架之类的。其实伊兰特这款车它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一款全球车型，它为了适应很多欧美用户的需求啊，所以在这块设计了一块黑板。这块黑板是用来做什么呢？欧美人的习惯是在这块比如说贴一张照片或者加一个便签纸。那么北京现代在引入伊兰特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该拿这个东西怎么办，因为中国人没有习惯在这贴照片或者加一张纸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在上面加了一个小横杠啊。那么你可以，如果你需要架一个手机的话，比如说你开这个车去跑滴滴，那么你就可以把手机架在这个位置。
在大屏下方呢，这是块触控屏。虽然这一块用了触控屏呢，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的。那么它为了方便你操作，比如说你这样触滑，就可以把音响的声音调高，再向左滑，就把音响的声音调低，能够解放你的双眼吧。它整个车内用了这种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很好的拉升了车内的这种宽敞的乘坐感。这个下方有一条氛围灯带，实际上这台顶配车型是支持64色的氛围灯，此外可以调节10级的亮度。其实我觉得北京现在也比较的下本了。那么后排腿部呢，大概还有2拳的距离，头部，大概半拳的空间。我1.78米身高，这个空间尺寸来说，对一台 AT 车也算是将将够用吧，也不算特别充裕。它的轴距其实比较长啊，达到了2720毫米的轴距，在同级车算是比较长的轴距，但是它的空间水平跟卡罗拉差不多一个水平，比朗逸要逊色一些。椅垫的这种角度啊，有点过于平了。你看我现在中间还是有比较大的缝隙，我如果要放下腿的话，我必须把脚伸到前面。其实我觉得座椅的角度可以再往上倾斜一些，可能乘坐会更舒服。然后呢，这样翘起二郎腿呢，也能够相对保持一个比较舒服的后排坐姿。好，现在我已经开着这台 1.4T 的伊兰特行驶在成都的街道上，那么我接下来呢将会进行一个节油比赛，大概有50公里的路程，可能会途经城市路、高速路，那么各种路况，我现在的油表已经调零了，接下来我们到终点的时候看一下这台车它的真实油耗表现如何。我们现在车上没有开空调，也没有开音响，车上坐了3个成年人，看看它的真实表现怎么样吧。好，经过了我们1.5小时的驾驶啊，总里程达到了52.4公里。现在我的表显油耗是5.7升，我觉得这个油耗来说，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属于一个这个级别，算是比较好的油耗水平。这台伊兰特开起来，它在整个驾驶的舒适性和高级感上，实际上是比卡罗拉、朗逸这样的车型是要更高级的。方向盘转向阻尼的设定非常的舒服。其实卡罗拉和朗逸这两款车，你如果开过的话，你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觉，他们的方向盘是在低速下是非常松垮的，包括指向性其实也不是那么精准。它虽然有4种驾驶模式，但每种模式下它的方向盘阻尼都没什么变化。第二个就是它底盘的这种路面的隔离感，比如说我们刚才过了减速带，在过减速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车身的弹跳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而你开朗逸和卡罗拉的时候，你会明显的那种底盘的单薄感，包括在一些过一些比较颠簸路面的时候，那种碎震感是很明显的，这会给你营造出一种比较廉价的感觉。但是这台伊兰特我个人觉得其实在这方面挺不错的。当然了，这台伊兰特上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缺点，比如说我认为它的噪音控制就做得不够好，在上到80码或者90码之后，它的胎噪还可以，发动机噪音也还 OK， 但是风噪是比较的明显。这台 1.4T 版本的伊兰特配置的是 1.4T 发动机加7速干式双离合，那么这套7速双离合也是来自于现代自身的工艺体系。现代这个品牌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它所有的核心部件都是自产自销自己用，它不需要像我们国产品牌一样去外面去采购双离合或者说是爱信的变速箱。那么它这套7速的双离合应该是来自于现代的摩比斯自家的供应商，所以这套双离合跟它这套动力匹配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的细腻平顺，你即使在城市里拥堵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顿挫，不像大众的那套7速干式双离合，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能够解决好在低速下的闯动或者说一些过热的这种问题。好，我们简单来试一下对这台车的加速吧。虽然没有一个说是很明显的这种所谓推背感，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整个发动机变速箱的换挡还是比较的积极。刚才我们是在 Eco 模式下，我们现在换到 Sport 模式，我们来试一下短直线的一个加速。在 Sport 模式下，发动机的表现会更加的积极一些，但是也不会给你什么明显的这种推背加速感。这一点我说实话，
它是比大众的那套 1.4T 加七速双离合表现是要差一些的，因为大众那套 1.4T 推背感或者说降档的速度会比这套动力来得更快更直接一些，会更给你一些激情的感觉，而这套动力还是以平顺以舒适为主的这样一种风格。后呢，我要去三岔湖天堂酒店。是你找到实测结果，你想选第几步呢？第一个三岔湖城堡。好的，将为您导航到三岔湖长岛天堂洲际酒店。北京现在这套 NHTC 基于地图的智能导航系统，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就是隧道模式在即将进入隧道的时候，它会自动切换到隧道模式，会把车窗自动关闭，然后出了隧道以后会自动打开，恢复到原先的样子。退出自动隧道模式，将恢复车窗状态。好，这台伊兰特的 1.4T 发动机跟它的双离合变速箱匹配也是做得非常的聪明。比如说我在 Sport 模式下，我急加速，它的转速升到3000转的时候，它的变速箱就开始降档。另外，它在高速路上，现在时速在70到80码的时候，它的档位就可以升到7档。那么降到60码左右的时候，它的档位会降到6档左右。所以整个匹配的细腻程度做的是相当不错的。很多国产品牌车型也用的是这种双离合变速箱，但是他们在急加速地板油的时候，指针会飙升到4000转、5000转，发动机会发出很大的轰鸣声才以后才开始降档。那么这台发动机的话，它是3000转就开始降档，它在80到100码到120码这个中间阶段，它的加速会感觉比较的乏力，但是过了120码之后，整个的加速就非常的线性了，你会看到这个时速指针就不停地往上跳。很多人说德系车上了高速才稳，其实我刚才开这台伊兰特，速度开到120的时候，这台车的车身也依然很稳。其实我加到140甚至150，这个也丝毫没有什么发飙的感觉。其实我真觉得这个平台设计的优势还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实这台伊兰特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项配置，一个是它的 NSCC 的智能巡航系统，也就是可以基于它的百度地图进行智能导航。比如说你在高速路行驶的时候，前方限速80，那么它就会根据地图上的指示，它会自动将车速降到80以内。比如说它跟着前车没有减速的话，那么它会自动减速，能够保证你的车不超速。这个功能我觉得目前来说同级里面只有它有。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就是它的盲区监测，比如说你向左打方向或者向右打方向，只要你拨动转向杆的时候，它左右两个仪表就会自动转向一侧的后方影像显示。这个功能在北京现代车型上现在全面普及。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隧道模式，这些功能我都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其他车上看不到的。在伊兰特的全系6款车型里边，我个人更推荐的是它的1.5升尊贵型，售价12万3800，比精英型贵了11000块钱，但是在配置上比精英型多出了很多配置，比如说它的双联停，比如说它的前排座椅加热，它的主驾驶座椅的电动调节以及车道保持，包括 BlueLink 的蓝牙控制，包括车架互控，包括远程遥控，包括预碰撞的提醒。在配置功能的丰富性和价值感上，价值远远超出了与精英型的1.1万元的差距。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知道该选哪个配置的话，那么就选12万3800的尊贵型。在11万2800的精英型上，配置丰富度也还算不错，比如它有后尾箱的感应开启、自动大灯，包括中控的大屏，其实这些功能配置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你的一些实际需求。我认为它身上是有几个争议的地方。第一个争议的点就在于它的外形，它这种参数化的设计风格，比较迎合90后、00后年轻人的喜好。但是对我这样的70后来说，我觉得它的外形就过于的前卫大胆，跟我们以前传统认知的家用风格那种4平8稳的感觉是差距很大。第二个争议点我分它于它的底盘是用了后扭力梁的悬挂，其实后扭力梁在这个价位的家用合资车里面是很普遍的，比如说朗逸、轩逸啊都用的是扭力梁，但是卡罗拉用的是独立悬挂。因为伊兰特这款车呢，它在底盘上其实是沿用了上一代领动的很多特点，所以它仍然沿用了这一套后扭力梁悬挂。虽然这套后扭力梁悬挂我们刚才试驾的时候
它对车身的弹跳感啊，包括在转弯的时候那种侧倾感，并不会给你带来很明显的感觉，但是总会让大家在购买的时候想到这一点，会心理上有点不舒服。第三个争议点的点呢，我觉得就在于北京现在的品牌目前是处于一个从低谷向上爬升的一个阶段，那么很多人会说北京现在的车我过一段时间等它有一定优惠了我再去考虑买不买，那么实际上这台伊兰特呢，目前来说官方已经给出了比如说赠送商业险赠送交强险的这些政策，为了消除大家对保值率的一些疑虑呢，也给出了比如说一年九折两年7.5折的回购政策，官方的诚意还是很足的。从伊兰特身上我能看到北京现在为了迎合90后、00后年轻人，在设计上在科技上在综合实力的体现上很大的诚意，把它放在比如说跟朗逸、轩逸、卡罗拉这样的车型对比的话，它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前提是你要接受它的设计风格。